莫德納話佢哋研發嘅新型肺炎疫苗對南非變種病毒嘅保護作用較弱，正係研發加強劑增加保護效用。莫德納同美國衛生部門合作試驗疫苗對變種病毒嘅效用。研究人員從接種咗兩劑疫苗嘅八個人同兩隻馬騮抽取血液樣本，證實疫苗成功誘發足夠抗體反應，中和英國嘅變種病毒。但對於南非變種病毒，抗體反應就少咗六倍。藥廠估計可能代表疫苗對南非變種病毒嘅有效期較短。莫德納強調佢哋嘅疫苗有效預防兩款變種病毒，但正係研發加強劑疫苗以防萬一。